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搞就不相信，对啊，我有照那十二个方向拍啊，我还慢慢的转头让那个系统侦测呢，然后下面每个绿灯都亮完之后就够啦。奇怪了，会不会我这样扫了1小时，然后好不容易扫出来，然后跑出一只异形？那我他妈已经气死！我到底在干嘛？没理由啊！更可怕是扫出来跑出一个我完全没看过的人，那会不会很害怕？你们都会倒退路吗？为什么那个趴树会是倒退路啊？是什么意思？干，是不是又要失败的啊？还是我眨眼睛的关系？我直接不眨眼睛扫到底。之前用 PS4 镜头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啥小，这啥小啦，不要闹了，这什么异形啦？看，这啥小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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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什么东西啊？